不是10000块吃晚餐哦，是用1000块日币吃晚餐哦。这个价钱我有看错吗？嗨波鲁，国巨耶。商店街，据说那个商店街很长，里面东西很好吃，重点是超级便宜。不过今天一特就要帮大家体验一下，到底那个商店街有多便宜，跟着我脚步走吧。在尼奇商店街，其实最吸引大家的就是价钱很便宜。这整个商店街超热闹，里面总共有600多家店。我们今天要来出一个任务呢，就是要用晚餐，不是10000块吃晚餐哦，是用1000块日币吃晚餐哦。可不可以办到呢？我们可以吃到多少东西呢？我们就来去尼奇商店街走走看看，走吧。等等哟。哦，对 ，Happy Hour， 就是从开店一直到晚上5点 ，Highball 全部都是50块。这家店我觉得很好，便宜哟，里面很多人。
说。